水晶洞的源头端，巴西工厂长什么样子？这里就是巴西矿区的展示间，矿区开采出来的水晶洞，经过基础整理后，都会运送到这边。最靠近我们这区的是抛光水晶洞，整个展示间上万件水晶洞，抛光洞只有我们看到的这一小部分。由此可见，抛光洞是极为稀有的，展示间非常的大，这里不过是我们在巴西那里其中的一小间而已。带大家继续看看。有在接触水晶的人应该也能大概看出水晶的好坏。在这里，水晶洞都是分区摆放，依其紫度等级或特殊性来做分类。水晶的品质好不好，我们会在源头端就先做筛选，保证呈现在您面前的质量都是无法挑剔的。关龙水晶定期都会有新品开箱，让最好的服务和品质呈现给您，欢迎各位安排时间亲临鉴赏。我们在桃园设有总店，地址是桃园市八德区和平路1101-3号，有兴趣的都欢迎询问。